这样红，为什么这样红？ 您好，您预定的红色床品已快马加鞭赶来，预计半小时后送达。 OK， 完美的安排。 唐太主，帮我把明天所有的行程全部推掉，顺便帮我约李医生，越快越好。刘总，你怎么了？是病情加重了吗 ？No， 我现在感觉非常好。